耶、yeah, 再开始。不啦不啦不啦。我们的变形了，你有那么大力吗？你是怪力女哦。变形的门用铁棍撬，它能打开吗？你好聪明。铁棍，铁棍啦！试试看，给我吧。反正，然后这时候应该先把自己敲回。Open it！ 好了，我要回去。好多椅子，那是椅子吗？那边有一个少女，这样子。然后那边说，快叫里面装什么？我觉得很像尸体，你知道？搞不好是尸体。是啊。将将使用。我们要进去。嗯，好，到这边我就没有玩过了，失去了黑色的钥匙。啾啾啾，然后这个是沾满血的床，但这血还会动。对啊。不知道装什么袋子，沾满血的床。不知道装什么的袋子。不用再问了，就是装人的袋子。还有两个袋子。有人倒在这里啊！你现在才发现呢、啊。我们要获得一个同伴吗？对，我们获得一个受伤的少女。喂，还活着吗？应该吧。给你吃鱼子。他看起来像玩偶。已经没有鱼竿了。喂，你撑着点啊。先去找人那休息的地方吧。就是旁边啊。对对，我一直想说旁边，可是他只会说沾满血。所以我们还要特别跑回来再把他搬走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啾。女儿的床。啾啾啾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还是他喜欢爸爸的床？按错，换个档好了。他喜欢爸爸的床，对吧？应该是吧。还是等下爸爸就出现在你。啊，很软的床啊。哦，他喜欢爸爸的床。对，他喜欢爸爸的床。把他带过来吧。想要拥抱少女。拥抱，冲啊！为了少女奔奔奔奔。哎呦，按走出门。少女，我飞奔赶来了。为什么你可以躺那么久？带走，获得少女。要看一下，可以使用它吗？大家按错来的人，少女满身是伤，不能给他吃伤药。晚一点，晚一点。咻咻，你们真是强壮。嘿，要把少女放上去，不放。要把少女装上放，把少女放来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像玩偶啊？失去了少女，获得了躺在床上的少女，身上使用，失去了伤药，失去了伤药，获得了王。怎么那么强啊？哎呦，哎，然后呢？要给？不给穿，变残疾，没有穿衣服的少女。他没有穿，好像吧，可能被毒打之类的，看不出来。啊、哦，变娃娃了 ，Hello， 哎呦，我出现了，点点点点儿，古兰，我能问个问题吗？我想要跟他交往，你同意吗？我爱上他，嗯，我想抛弃你，你喜欢猫吗？猫，哎，这有分支吗？我不知道分支会怎么样的、欸。以上皆非。那就你觉得呢？我喜欢你啊。喜欢，很喜欢。太好了。我被问候吓到。我是猫。什么东西？哦。脸带轻轻的白。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送礼物啊？手链。感觉就是不良了。好，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送礼物？对啊，我接受哦。虽然学长送的礼物弄丢了，觉得很可惜，但收到两台礼物，我很高兴。这样就够了。是我们要结婚吗？没有吧。古兰，我喜欢你耶。真的哦？哦，是哦，谢谢。我喜欢读古兰经。想了很久，我还是。不想把你让给学长那种人，学长他，真的吗？学长送了你什么？一条手链，真好。话说回来，你跟学长在交往吗？那学长吗？哦，那梁太，那是我。学长说跟我告白，只是，咦，那你答应他了吗？点点点点点点，梁太就这样闷闷不乐的回家了。
回家了。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我没有答应。没有听到最重要的回答就回家了，讨厌呐！你真的是个人果然认真的吗？你是笨蛋吗？你怎么可能会对他认真呢？我躲起来了，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啊！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。那我可以？可以什么？不拉吗？可是这里是学校。什么对白？放心吧，不会有人过来的。我就在你后面哦，隔墙有耳的。梁太在你身后，看起来。这个声音是，哈哈哈哈哈哈 ，One two three， 喂你们，你们可不会躲起来？咦，你是古兰班上的？你不是刚才才跟古兰告白吗？现在又在干嘛？但是应该是玩大冒险输了之类的。哎呦你不是古兰的好朋友吗？不是你同学而已吗？对啊，他是你同学。你跑步走路也太慢了吧？我们什么关系？关你什么事？你这家伙，哇，你跑好快啊！你跑好快，为什么你可以跑那么快？我知道啊。咦？为什么？那个时候，是什么？什么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？对，混蛋，不准你们再接近果篮呢，好可怕！你跑屁！我刚好在那边，你为什么在那里？咦，是吗？你都看到了。那个，谢谢你。但是答案可以等出去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你出不去怎么办？你现在在里面吗？哎呦。嗯。现在是缓和情绪吗？是啊。你起来了。有猫耳的少女。对啊，为什么你有猫耳？萌少女。那个你没事吧？还是他是变种人？喵，你是变种人！不要跑，拜托！不要打我！实验，快跑！实验，人体实验，喵跑！你现在才发现吗？我一开始就发现了。你会跳？卖照，卖照。好。我叫艾夏，艾夏人啊。艾夏，我是古人，旁边这边是梁太。有啊，艾夏，我刚忘记拿名牌。艾夏就是，等下跟你讲，什么东西？获得这是什么东西？插卡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危险，要公开。是要说要公开这地方？妙，完全听不懂。哎呦，为什么会有人？怎么办？你们躲床底下。他又要失去，我们要失去艾夏。那你呢？不用管，我才刚得到萝莉而已。对，我才刚得到艾夏。谢谢你们救我。根本没有救了你啊！我们给他穿了衣服之后就送给别人了。不、嗯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呢？然后跟别人告白，他就消失了。原来是你，不是已经关起来了吗？艾夏很危险，怎么办？冲出去应该会死了。应该先存个档试一下。是的。你觉得呢？现在进退也不是，冲出去啊！我们就等死吧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你？你拉住我了。因为我，去，好好待着不就好了吗？反正你也没有利用价值，太好了，他不会杀了艾夏。我先走了。少女又再度挡着。对，我们没有药了。我们没药了。我们给他药了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谢谢你们。你没有药，你是有治疗技能。他说要摇头说你根本就没有药。我这样子你不能回去。废话，你有猫耳，不过有猫耳应该蛮受欢迎的。不会被压去。我累了，就在这里。爱心，最后还能交到朋友，真高兴。我没有说我是你朋友啊。爱夏，爱夏。那哭声也太好笑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冲出去。不是，他在血泊中那一下一动也不动了，周围空气也降了几度。所以我们至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男主人。嗯。所以结束了吗？还没吧。哎呀，可以再按他。
可以吗？一动也不动吗？为什么它可以立着？它应该是把它放到那个墙边而已，一动也不动。嗯，冲个岛。嗯，不会出去就看到男主了？应该是不会。你的房间东西？我先给你，哎呦，走错了。就给你看那个，我刚忘记拿一个东西，在厕所里面。就哎，这里，刚忘记拿，就是死掉的那个人的姚内高级中学，就是高一、哦、消失的那个高一的那个金色塑胶卡片，杨太礼物，看不了。相当精美哦。嗯。嗯。可以上厕所。不行啊，你要送那种满是血腥味的。哎呀，哦哦，那边是灯。我以为发生什么事。对，我也以为发生什么事。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可能会晃很久。德州电锯杀人就要出现了。列这等于。何去何从？说不定会看到没有人，还是要回去刚刚那个地方。哪一个地方？下面。你是说这个屁底？这个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哦，这边那个就是原本四只猫变成了残破的肉块块。真过分！讲不出话。嗯，肉块。嗯，可以回去那边吗？有金色的插卡是不是？是这边是有什么东西？嗯，铁链、铁手铐。有兴趣玩吗？嗯，我觉得金那个插卡到底要干嘛？我只想到插电脑。哪里有电脑？插卡，还是插娃娃？哦，对了，我记得有个地方有润滑剂，然后也不知道润滑剂是要干嘛，忘记在哪里会拿到润滑剂。可是要先找长尺，长尺在哪里啊？现在一直在鬼打墙。是的。别别看，哎呦，只想念一下我家。你家有一本。你终于看了，那我可以看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是长尺，获得长尺。然后我们去拿润滑剂，我也不知道润滑油要干嘛。要润滑什么？嗯，应该是在这。嗯，啊，不在这里，那边可以过去吗？不行，哦，再试试看。烧润滑油要干嘛？30公分，鱼子又要干嘛？我们失去了艾夏，艾夏，艾夏。然后呢？不知道干嘛。你觉得金色插卡会在哪里呢？是只有那几个房间？目前。然后这个就是过不去，就不知道设置不要做什么。装饰用。对啊。金色插卡可以插大门吗？啊，是是是是。啊，对啊对对对，去大门试试看，说不定就出去了。真假？怎么可能那么容易？可是半被碾死。呀，不行。不能插卡，没有卡，没有插槽可以插。这边会有东西吗？水管。不啦不啦。Empty。为什么会有盲铃鼠啊？可以拿来砸人之类的吗？不知道。你觉得卡要去哪里插嘞？我可以看吗？这个吗？应该是没有东西。
想看，你为什么一直不想看？不想看，不想看。我们可以回去看艾莎吗？好啊，她尸体应该还在吧？还在耶。我可以问艾莎，艾莎，你把她留下来是吐？你干嘛留一个谜啊？我不知道那个东西。哦，查卡是不是要公诸于外界？可能吧，但是现在要去哪里？对，现在完全不知道干嘛。你穿了别人的围裙之后就死掉了，是怎样？试试看。Miki， 女主人、男主人又回去哪了？不知道。他是在做那个，嗯，科学怪人吗？啊，没有更新。啊，哒哒哒哒哒，睡觉。下去啊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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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！你知道作者说可以在40分钟内解决，但是已经40分钟了。对了，我们卡关卡也太久啦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些可以看吗？就是你沿着墙壁都一直看，可以看下去好了。我可能不知道玩苹果几年了。啊！装着布袋的东东，你去看床床好了。还是会动的鞋，应该是把掀起来的。还是那些东西可以看吗？还是一样？应该都一样。不嘞不嘞不嘞。好不，刚刚跑去看那个小攻略，好的吗？可是我没有拿到那照片，应该是还好。为什么会有照片呢？就是不知道，就是他掉在地上就有照片。那刚说这边什么？就是他现在才注意到。对啊，你每次都后知后觉，而且你都很暴力。嗯，有路。不知道你有什么？就是你想得到的东西。我看我是被你吓到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都还没看到。继续移动啊！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经过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成功了。我还在被你吓到。爸爸马上让你人体复苏，我里面撕掉啦！哦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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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润滑油，应该是要两边才行。先润滑，失去了润滑油。插卡机，然后，哦，有了，是不是电子门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会上下，对啊，它会动，我们可以进去的。哦，好酷哦！等一下，他说经典电子设备，不用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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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想要念一下吗？还是一样。压缩器，嗯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门吗？哦，好酷哦！我们看就像一个棺材。好，拉喽。你不觉得很像棺材吗？确定要进去吗？进去。所以这边是小肉块。我先看一下别的地方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小肉块，血淋淋的肉块。很难闻啊。肉块是这样吗？肉块，啊！你不要吓死人啊！帮帮我！救食物人吗？捐发票哟！帮帮我！帮帮帮什么帮？独只 ，My Daddy， 你爸爸，拜托了！他消失了！什么啊，刚刚的？就是他的爸爸，再出现什么东西我也不觉得奇怪了。嗯哼，遇见，就这样吗？不是会遇到什么？就这样吗？我看一下小肉块，
血淋淋的肉块。他女儿为什么消失了？他女儿早就死了。我们现在看是灵魂出窍。所以就这样，不是会遇到人家那个某某某某？不会先遇到爸爸？哦，啊，所以现在要干嘛？我刚忘记了。去找娃娃。哦，对吼，去抓娃娃。娃娃在哪里？他刚又没有注意到。啊，女儿的房间是吧？哦。还是浴室有什么？浴室没什么。因为他生理痛，所以你才想捡浴室。小抹布哦。看一下。他都在莫名其妙的地方获得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黑色的。那鱼子到底是干嘛？就是不知道。他给我们一条鱼有什么用？可以去看爱夏最后一面吗？好啊，去看一下的。按错。一直按错，一直按错。爱夏，一动也不动了，他就这样 game over， 他没有发挥他的萌属性 啊。所以，哦，小猫那个要给肉块是吧？肉块我来了。你五百两个冲啊！诱惑。猫的诱惑，你想看啊？没有。小肉块，小肉块。啊，这个是你吧？你为什么知道？你真的会是？这个是你的吧？哎呦，头好痛哟！进入回忆，回忆，回忆。走，那个人应该就是 Miki。那这是小女孩，她跑超快的。哦呦，杰伊好可爱。她叫杰伊。是妈咪受伤了。我怎么看到她都在睡觉啊？也没人可以帮我，没有。就你啦。乖乖哦，我会丢下你的。哎呦，瞬间移动。现在爸爸不喜欢猫，还是带回来了。你这个坏女儿。没关系的。那个叫什么好呢？就叫你 Miki。这到底怎么决定的 ？Miki。哇，探险！我都不知道家里还有这样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。喵。被爸爸知道乱跑进来的话会被骂的，这是秘密哦，米奇之后就一个人来探险了之类的。哦，以前家里真是美丽。对呀、啊，爸爸最近好像很忙嘛。你只会这句话。嗯，希望爸爸的实验可以成功哦。那米奇你就现身吧，米奇，他就迪士尼乐园了啦，真的。这个音乐真是万用啊！米奇呢？你怎么知道这里的？你都还没回答你女儿的问题。对呀、啊。哇，米奇在哪里？里面吗？他就这样跑进去了。哇，杰伊很危险啊！啊，你这样……哎呦！啊！你这样让你女儿快跑出去？为什么？哎呦！这到底是猫的叫声还是女儿的叫声 ？Oh my god！ 压缩，他就这样子死掉了。变小肉块，女儿 ，my daughter！ 哎呦，所以他爸爸是为了教他女儿。嗯，刚刚那个是。是他生前的记忆。我想再看一遍。压缩，快跑！哎呦，要准备了哦。所以我是为了要救你，所以如果你爸抓到我们两个，我们就要当你的身体。就是、对、啊，而且还有两份。快逃！哎呦，好，冲啊冲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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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啊！快点，我可以稍微存一下吗？跑我就觉得奇怪。果然还有其他人在这里吧。好，跑跑向前跑。哎呀呀！那你们活着回去，让我们死着回去吧。快跑！哦，全掌吧，自动存档。啊！你跑太慢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跑太慢了，而且你还在那边，我没抓好，你让他把。
出口堵住了，就看到一个人跟你不知道在干嘛，他一直来回一直来回，今天我到北极，那我笑到头，而且他会一直撞到墙壁，他爸爸太久没出来了，爸爸跑步也太好笑，痛痛屁，古兰没事吧？是你痛，这种时候我也觉得这种时候你干嘛提这个？想好又怎么告别了吗？去厕所吧。天天你快跑，不用管我。为什么每次要上演这个？我怎么可以丢下你？我要去上厕所，拜托你丢下好吗？他爸爸到底在哪里、啊？那里啊，那里啊，小小的人，右边右边。你是跑不动了吗？可恶，小小，今天也抱住了吗？你根本就超爱抱他，根本就搞错重点了。梁太，不准放开我，佳琪。居然用爱的力量就开了，居然他爸爸看着他们跑就走掉。后来梁太抱着我跑了好久好久，我腹部的疼痛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。他们把家猫馆发生事情全部说了出来，也报了警。那位疯狂的男主人原来还活着，但他们警察在，哎呦，报告一下，哎呦，五六八啦 ，Good ending， 公诸于世。不知道怎么才能完成 bad ending， game over 不是？这是谁？就可能就跑出去。之前的告白，我的答案是，没有答案哦。就这样了。那我们可以玩那个，就是爱下那个，不是爱下。果然跑出去，然后留梁太一个人。你要玩那个、哦？可以。那、啊、那个一下下就结束了，没关系。嗯。说不定你在跑，然后后面追着一个人，你还死掉好。是吗？嗯。咚咚啦啦啦啦啦！咚。咚头。咚头，可以吃掉。然后就是他竟然把他女儿压缩了，我真的觉得，然后还是说什么快，而且他女儿竟然就快跑进去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关起来了。他爸爸不是跑很快吗？女儿跑更快，嗯。这样，你看，我竟然没有看到，好吧，我看到了。你说你要玩那个、哦，那就我们来抛弃梁太吧，读取吗？新的游戏好，可是就是要很久。啊，巴黎。